有有他有祝福，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携手往前。他说很替我开心，怕我会穷困潦倒又跑去找他。哎，小梁哥其实他以前就是制作人出身的，所以他做节目很有经验。你们不要看他这样子，其实我是有信心的，因为他对制作节目够了解，他知道什么点被骂，收视率会起来。对，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而且你们不要看他好像都一直被骂在搞笑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他还真的没说话、欸。那上礼拜在有一次参会的时候，刚好巧遇瓜哥啦。那旁边的人也在问说：“哎，瓜哥有知道我们这个新节目的事情啊？”瓜哥说他知道啊，对。有，我有跟他讲，我跟他讲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所以说，其实我们有新媒体。有有，他有祝福。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携手往前。哦，那当然，往前的那个 money 的钱嘛，往前走。哦，往前走啊。有啦，他也有传讯息跟我特别祝福，他说很替我开心，因为。上一个节目最后一集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怕我会失业，怕我会穷困潦倒又跑去找他，所以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有新节目，很替你开心。”这样，小梁哥他是幽默当中带有一点稳重啊。你要想哦，虽然孔刘是个，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开玩笑，对，结果他玩笑开到现在，竟然还因为孔刘很多工作代言节目都有了，他。对他不是开玩笑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发通告发梁鹤群，没有，都发孔流。对对，有的时候就会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欢乐啦，是是是，然后有的时候生活苦闷，这就是我的目的嘛。找出口嘛，对，骂他，然后他就这样笑，脸皮也算厚德，我觉得很好。对，骂他害他赚一两千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可能。